今天来到这边就是 Vista Makota Cherasla 来拍摄我朋友的一个单位，他是要卖的1150方尺，他是有三房两个厕所 OK 一个 cup up， 这个 cup up 等一下我会给你们 explain 一下 cup up 有点不一样啦、啊、这个 condo 呢 OK 他转过来给你们看啊。So Vista Makota Cherasla 这边呢总共是有196间 freehold， 然后1150方尺的。So 这边它就只有一个 tower bar 了 ，OK。然后呢，有些单位它的 car park 是有这个 cover， 然后有些 car park 呢是在里面的。然后我今天来拍摄这个单位呢，它的 car park 是属于在 building 下面的了 ，OK。